8月8号是日本东京奥运会的闭幕仪式，不少网友在线观看直播画面，没想到奥运会五环上竟然出现了一只蛾子，杨迪发现了这一幕，连忙拍下视频发状态惊呼，快看，奥运五环上有蛾子，真是个小机灵鬼。本届奥运会除了00后奥运小将纷纷崛起，还成了奥运追星年，不少年轻的冠军们纷纷自曝追星族身份，与喜欢的明星偶像互动，杨迪也获得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金牌的运动员黄东平的喊话。在一场直播中，黄东平表示自己最喜欢的明星是杨迪、王嘉尔、贾玲，甚至有段时间疯狂给他们发私信，但是没人理。杨迪随后回应道：“我来了，谢谢黄东平的侠，也祝贺你为国争光。”黄东平也回复杨迪称：“谢谢杨迪老师，我会继续努力为国争光。”杨迪接着留言：“一起努力。”